旅客你好，依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，乘车时请全程佩戴口罩，并禁止饮食。若因身体需求需喝水、医药服务，请保持社交安全距离，并于使用完毕尽速佩戴口罩。谢谢。
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Please mind the gap.